第一首是《爱是不保留》，第二首《美好之日》，第三首《圣徒被提》。他们第一首是高音的萨克斯风，再加上吉他。是萨克斯风的独奏，这是不一样的独的那个萨克斯风，这是一般的萨克斯风，大家都常常看过。刚才那一只是比较高音的，好，所以我们好好听它一下，怎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声音。曲目是《美好之日》。
后接着的第三首是圣徒贝提，他们要用高音的萨克斯风还有中音的萨克斯风一起合奏。一遍齐奏。圣徒贝提讲的呢是说，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以后我们在天上会点名哦，有点到我名字就可以进天堂哦。请这三位呢，哦，钢琴、双簧管、单簧管的连奏，哦，那连奏哪两首诗歌呢？第一个呢就是《因他活着》，第二个呢是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》主曲。那我们现在就邀请这三位上台，来，大家掌声鼓励。
接下来是第二首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主曲。